先开始来关心的议员是台塑卖了六千的江安事故的赔偿啊，因为这协调无成功，所以昨昏啊引起了这在地民众因大规模洪涝的抗议了后，今日在这当地乡民因是改变了抗争的方式，特别通过这六千的这道路啊，因是用这奥多麦啊、甲桥啊啊冻伫遐，啊造成要去这六千的道路太白一点外钟，有那好将在这六千的工人上课上班来迟到了。一透早，白寮乡的乡民就聚集在通往六轻的另外道路，人数将近一两百人。毛兰在拜日激烈冲突中受伤的阿伯，被倒在苦卡抗议，没有通往六轻上班的民众开车通过。为了抗议的民众愈来愈多，也造成小车祸。警方除了要注意抗议的状况，也赶紧处理交通问题。不过，毛六轻超久的工人提早出门上班，也是被影响。我是提早出来，嘛是无效。你看伊要安怎解决，要解决好势啊，像安尼，像安尼比赛啊。乡民为着要表达诉求，用主动道路来抗议。未了乡乡民代表主席表示，若是六轻无回应因的诉求，抗争是会继续落去。未了人足简单嘞啊，就是公安总提前嘛，环保搞阮做好嘛，阮无啥物诉求嘛。未了人十外年都无咧甲要求啊，阮一个要求无意思。哎，看未了人无去，袂要紧啊。大家教看卖就知啦。好，阿庆方面面对这届大规模的抗争，表示面对民众的抗议，应会积极来协调，希望抗议的民众勇用理性表达诉求。也表示目前六轻厂区内作业拢无受到抗争的影响。记者王雄有你报道。